是好。好，请坐下。
所以咱来人世间，敢是只为要求得利益？不是哦，不是哦。咱来人世间，利益世间的使命。好、哦，那所以哈、哦，就有人请示，就有人请教老祖先。伊讲，你若做国王，咱敢是爱制定一个制度。这个制度啦吼，会当予咱安定国家、治理这个国家，会当予咱平定下世界太平，那叫做制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种老主就是咧回答这个问题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制度，我头先讲的，修德爱有制度无？哎，一个人咧修德，敢得爱制度？其实这个这个意思，是你用什么方法来修？咱有无要失去？你有啥物方法来对治伊？咱修得爱一层一层进步，你有啥物计划会当予咱一层一层来提升？咱世间代志够多，尤其咱自己修办道，咱来信愿兼修，你有啥物方法会当予你平平安安、稳稳定定，予咱的道量无停，一直修得？所以修得爱制度，依然爱守爱制度，办道爱制度，办爱制度。因为你要成就别人，各位办道的使命不是在咱身顶，咱做道场来办道，咱是啥物？咱是希望，了无？咱希望有功德，咱希望帮上天，帮咱自尊自我办代志。好，爱制度。对象是别人的，别人是无了解到啊。咱各位前天，咱今日会当认真，咱是请教以上的德性，在座足侪拢是啥？十档、二十档、三十档、四十档，足侪拢是道友，已经足久啊。咱吼、哦、用咱的眼光，你去看世俗，一般阿道友还留得，哇、哦，差中远啊。所以吼、哦。为人含拉久的了无啊？为人含耐，等坐听得力的坐了，咱需要方法。以外得了了后，得了人应该管，应该劝，修得亲切无疑。每一个人依然处的环境啥拢无同，需要一个制度来稳定无？得了袂使管，要有一个制度。一个国家，一个天下，依然讲要平天下，要有一个制度。爱一个钱，所以吼、哦，老主就咧回答这个问题：你要安怎制定拟定一个计划，做一个好好计划，加上加一个组织的方式组织哦。那为什么要加一个台？为什么要加一个台？制度的制度，为什么要加一个台？圣人的台，甲咱一般想的台无同。咱人，咱讲大甲小。咱无讲大啦，咱咧大驾驶，大驾驶是以比较来产生啊。所以，你一个人咧修道，那叫做一人道场。这是什么规模结晶来咧讲？人咧修道，迄个叫做道场。一个人咧道场大无？一个人咧道场，一个人吼，咱袂讲咁大啦。你去佛堂啊，遐你修一个佛堂。接引德亲，你会来求德，咱德量有德，乃至开始有德亲，这有大论。哦，比起来咱话用比的啦。你到咱点传书，用心佛德入体会班，看到人家多，德量有大论，有比咱家己，咱另外佛德较大。你来到咱中心以德性的。咱八，咱规个八个单位，所有的钱会加起来，无人数真多。所以咱咧道场有大无？依咱人来讲，实在有大啦。啊，毋过以圣人来讲，这不够大，这不叫大，这不叫大。咱的单位是当初评价三十亿的历史内底其中一个，当初评价贵族。道场有大无？咱头前的道场有大无？三十一的历史，当然比咱性格足大个。八一重德，因个道场全世界拢有道场，有大无？以咱个讲，是有大。哦，不
本宫信仰，无讲错，因咧负责信仰大，因咧道场大咯，意思嘛大。啊，毋过迄拢是咱伫咱人个眼光咧看，啊，毋过伫圣人个眼光，即叫做无算大。啊，无啥物叫做大，师尊师父领导咱一贯道个道场。师尊是啥？领导我们，即期师尊领导我们，所有老母娘所。大德佛团呢，全部归师尊师父来管。师尊师父的道场大无？这较叫做大。师尊师父的道场，这较叫做大。弥勒祖师的道场大无？师尊师父负责咱一贯道的道场。弥勒祖师呢，未来爱灵修万教，伊的道场大无？万教中修哦。拢归弥勒佛，人间弥勒佛，叫做弥勒佛咯，道场有看无？有啊，已经跨越哦。师尊师父的道场超越咱的祖上的祖宗，咱一贯道的祖上的祖宗，弥勒祖师的道场超越宗教的界限，宗修老母娘的道场有看无？老母娘道场。无量尽啊！因为伊众愿无尽，对过去无数劫以来到今，全部拢来分了着。这它叫做大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讲圣人，咱伫道德经内底看这大吼，咱看两大，咱大无那两大，伊的意思代表啥？无量无边。那么换到咱今天讲的，咱讲的这一个制度，大者代表啥？下降受益的众生足多，无量无边。所以有时阵咱咧想，为虾米咱要讨论这个问题吼？为虾米？因为有时阵咱咧想代志，啊，我咧佛堂才几十个众生尔，啊，我这个道场才几百个众生尔，啊，我这个信众内底，咱几千个信徒众生尔，咱的人数都无够多。以信人来讲讲，以咱的讲讲当然足多，以信人来讲讲才无够多。所以老祖伊直接讲的大乘是适应所有的众生，伊讲的是适应众生，这它叫做大啦吼，这叫做大。所以伊讲讲大乘不外，这个界啦吼，你会使甲解释叫做不外，嘛有人甲解释叫做上海，吼大乘，你真正要大，咱这灵界这都是要让德亲，是要让众生成长，成长。要甲拥有心态就对啦啦吼，啊所以吼、哦，伊袂甲伤害，伊袂甲安怎，袂甲迄个伤害，伊全部是念众生，这是其中一个解释。第二是啥？咱的组织愈来愈大的时阵，咱的分部门无，来分啊，道务遮多，也有迄个国外的，也有迄个国内的，也有迄个台北、台南、台中的，啊根本不得不分啊。啊，咱就开始组织着分割。啊，不过组织分割，老祖甲咱讲吼，这不是重点，这不是重点。所以讲大事不挂，咱这尾仔解释吼。所以咱来简单讲一下，讲说这个大事不挂，好较简单用白话来解释。圆满会使利益甲成就众生。今日咱落条为着目标是啥物？是为着咱家己吗？绝对不是啊，是为着领导这个利益吗？绝对不是啊，咱是为着由来咱道场的人拢会当得到利益。众生的利益上大是啥物？会当由来修办道这条路，修会当让伊自信愈来愈圆满，办会当让伊有功有德，人间会当安全等于一天。所以这个利益。唔是一般世俗伊个赚钱利益，啥物叫做成就？咱道场考虑个是爱吼，大家道心拢有一个修道个成果落去。吼、哦，这两个就是咱道场重点。圆满会当利益无限众生个制度是安怎？靠着一心纯净，上下一体，前后一致，内外不分，所以不割啊，我们。会把它切得太细，因为重点不是那个组织，重点是那个组织，重点是你后面，
迄个医疗甲做法，吼、哦，那后壁咱就讲着吼，那咱如何有啥物方法会使制定一个啥，制定一个制度足完满，落去第七章甲咱讲返璞归真，所以较有人甲讲即种叫做返璞章，所以伊讲讲吼，佛善即位是圣人用字即位观众。哦，大者福的，不简单哦。返璞归真，咱人不管是领导者，还是你有心想要啥物，想要去行功了愿的人，咱爱啥物，返璞归真。你爱返璞归真，较会当将伊单字制定一个制度，啊不做袂到。所以各位，用用内底有一句话，伊讲非天主不比例不制度。用用来就一句话，这是啥？讲佛祖讲的，就讲的，去要记落来的。为什么非天主？因为伫讲佛祖的心目中，文王靠迄个权，文王靠迄个权，伊靠迄个财量会当利益所有众生。咱人好心，你家会当对你身边的亲戚、物质、住边，你会使对因好。咱对社会有好处，咱会使安尼做。啊，不过各位，咱够能力，予咱全国拢受益，无容易嘞，真正够容易。你若还不够，啊，所以吼，规天主不疑嘞，疑嘞是制定礼节，礼节若发生无完无出，伊在补，伊在改的时阵，你若无天主这个位吼，你无够格，讲不出。第一，伊是咧维持即个体制，一个是变啥物？伊个是目标，上厉害叫做啥？尧帝、舜帝、甲武帝啊！啊，尤其到周公个时阵，伊制定个即，伊迄资格较有够，伊迄啥制定个即人，拢是圣王，咱拢个叫做圣王，所以因啥个个人人拢是返璞归真，伊个典范咯，所以。好的，即句要甲咱讲哦，不管是哪种，不管是啥物，咱讲有心人，你若要达到返璞归真，咱所做诶拢是有回事。所以，我头先我甲伊讲哦，重点毋是咱组织里面怎做，是人人依赖互伊返璞归真。那福是啥物意思？各位你若去查，你若去查，伫古早诶文字，伊个福甲咱讲做福寿呀。这是古文啊，古文的意思是讲，这个茶阿伯经过啥，工人下啥，咱叫做工匠，下啥物木工艺的作业。在过去，在过去，咱真够阿弥陀，咱叫混凝土嘛，咱够啥物各种的材质，咱够玻璃行型啊。咱咧起厝的，咱起比以前较舒适、较脆啊。啊，不过古早时过你阿像到啥物，无啊。啊，无就乌土啊，啊，无就捡石头啊，吼，贴贴贴，啊，无就啥物去山内去甲迄树仔做做个吼，来做咱个起厝个材料。厝里内底家具咧，嘛是用木材来做。所以吼、哦，过去个时阵，咱迄个木材作用够侪，会当啥来起厝，会当啥来做楼梯，咱咧搭迄个楼梯，会当啥来做桌仔，会使啥来做椅仔。会使做咱厝里内底迄个苗条，会使做饼安尼讲。所以一个木材，伊会当多用途的艺术品，伊的作用就广咯。那老子伊甲咱讲，咱爱返璞，这是一个比喻，这是一个比喻啊。因为这个璞，伊有啥物特色？第一，伊的本质阿袂变，本质不变啊。本质无变，伊阁安怎做迄个木质？木质就是木质啦。第二，伊阿袂经过啥人的雕塑，所以伊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，伊有无限的可能，所以内底生机无限啦。所以伊会达到啥物？应用多元，阁来伊会使啥物？达到生生不息。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伊只功夫是应用讲咱。有有天真流露，咱人人性，咱人拢有一个人人的自性，会当自然来流露，人人地位圆满，
在意无比，无比啊吼！会当有机思源，会当应机随风就源，无源无法的智慧。各位，这确实标准的人才，这确实是标准的人才。做你做什么代志，你拢有才调人做。你会晓煮菜，嘛晓讲道理；你会晓成全人，你嘛晓度人。好家太哥，你嘛愿意去遐拼扫，便所要整理，你嘛愿意去做。叫你希望你帮忙再来，你嘛再加欢喜个。各位，这叫做人才，这叫做标准的。啥物代志，你拢有法度去承担担，是去甲承担，而且来完成。所以这是咱农主心中伊个啥，伊个福。那福了后，为啥物讲福散就会去？福是一个体啊，伊个温暖啊，伊阁袂使用啊。所以吼、哦，伊要用的时阵爱啥物，爱甲造就。造就了就变作气，伫咱遮即个气吼，咱人讲有特定功能的人事物。所以即个气吼，即、這个气无代表是气物而已哦。咱讲是物，一个物质了后，咱嘛会讲是气物无毋对。咱的家具，咱厝里一定的物件，过去嘛有做买车啊。用马啊，用啥木材来做链啊？用来做啥物？做迄个马车。所以吼、哦，叫做起步。吼、哦，啊嘞，针对代志嘞，伊叫做一个计划，搁一个方法。咱做代志，啊有计划，啊有一个方法，叫人事物啊。啊人嘞，人叫做角色。所以，伊容易内底有一句话叫做分主不起。啥物叫做分主不起？毋是叫做。君子不是东西，已经有人安尼解释啦吼，这话无唔对啦。啊，唔过吼，安尼形容会当会予人误会啦。君子不起的意思，经过互我再解释，各位咱就知影。君子伊愿意承担责任，伊时时咧精进。易经内底有一句话，易经内底有一句话，互我体会真深。伊是规个《易经》的精神，整个《易经》的精神就在那几个字而已。伊讲啊，文主主用不息，文主主用不息。那伊修得来讲，时时精进，日日进步，时时在改变你家己。那讲做代志呢，不断的练习又进步，啊，这个叫主用不息，伊袂因为时间。伊就停落来，伊袂感觉伊有成就，伊就停落来。叫君子之前不行，这是互我看易经内底互我上感动的一句话。因为伊是啥苦海，要死的，伊的目标嘛，伊人生价值观。所以君子伊愿意学习，伊愿意承担，因为伊愿意学习，所以各项代志伊慢慢学，慢慢学。可能第一个短时间伊学袂起来，啊，不过伊愿意付出伊的时间。一个月、两个月、半单、一单、五单、十单，慢慢啊，伊就学起来啊。伊买啊，伊买，到尾啊，会啊。会不会就在这期间啊？伊就愿意学，伊就愿意承担，各项代志伊拢愿意去做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君子不弃是君子富有啥物？自强不息的精神。伊袂限制讲，我就是要做这啦，我就是不爱做啦。啊，我就是无想要去啥物啊，走卡到啥，我就是介当讲道理尔，唔是安尼。所以即个气人吼，迄个人事以人来讲，叫做角色，伊嘛会使讲是一个职责，就咱伫道场内底，咱有分配各种个职责。伊嘛会使讲是咱道场内底个职位，咱叫做道进。所以拢是安尼。所以即个气吼，伫咱咱诸位眼光叫做啥各种。那性人用字哈，性人用字，即位官调，官是啥物？官，咱会使讲官，啊，咱就用这两英文，咱就用官调嘛。你咧叫个人名，各位拢会晓念。内底有一句话叫啥？无霸名官，因随啊，紧随跟啊。官是要做啥？名官是要做啥？替咱做出办代志，替咱老公娘办代志，叫做灵官。
所以官吼，这个官是代表伊有一个职务伫身躯顶，伊爱啥受命去完成。那伫咱天顶有这制度，伫咱人世间有这制度，有啊。伫周朝的时阵，周公就定啥物周官，伊佫有写，伊佫有写啥物老汉公文，伫迄啥物，我记得是礼记内底有写的，伊有写讲吼，你应该毋是礼记吼。我解释好个意思，啊，毋过有写个，咱查个，伊就写讲应该设备三公，啊有三个负责啥物，讲伊有啥物，咱下骹佫爱有一个几个人甲斗相共，爱负责啥物负责啥物，即叫做做官啦。后壁个交代着延续咱周朝个制度，所以咱拢听着。看戏个时阵，咱拢讲文武百官，有听过无？有啊，连续剧听着这个。所以官的意思是代表伊有专门的职责来帮咱做代志。那以文王来讲，就是帮文王推动进位。那个人有个人的职责，需要一个人来带头无？哎呀，不管是有形的啥精神价值，你要一个指标，你要一个目标，你要一个啥物，伊的动力。啊，是实际上，咱有做个制度，咱拢啊有一个人去练，啊，这个人你啊有材料，哦，像咱这个金总统同款啦。总统唔是这个帮你啥扫国家，咱选举总统是要做啥物？管理一个国家呀，职位无同啦，迄个职位无同。所以吼、哦，你要做百官的带头人，官长就是带头的人。你有法度互百官运作正常，即个人太过简单。所以咱常用一句吼，叫做“服善即规矩”，咱爱返璞归真，圣人抱即个璞，圣人抱朴以为用，圣人抱璞以为用，伊个只是璞，啊，毋过伊用开了，成为各种个矩，伊会使制造制度。伊会使制造制度，伊会使拟定计划，啥物啊较方法。所以伊会使担任百官之中的重责。所以夫善则为器，圣人用之则为官长。这是以圣人的角度，啊，咱凡夫俗子嘞，无简单，咱来好个吼。所以吼、哦，我只简单甲这段做一个结论，小结论呐。圣人何况以为用，会当担负百官之中的重责。所以咱若要建立圆满，会当利益众甲啥物成就众生的制度，伊的闭关是啥物？毋是相似的职务文化。而在咱的领导者是毋是会当返璞归真？咱的人才是毋是会当返璞归真？人人有一个共同目标，咱的目标就是同款的。分到啥物利益甲成就众生，所以各位前人，咱伫道场内底，咱爱思考一个问题：咱的所作所为，到违背这两个，有没有违背利益众生？有没有违背成就众生？方法不然种，啊，毋过咱这个宗旨，咱叫做本旨嘛。一个道场，咱到有一个宗旨啊，咱叫做啥？外口的企业员工叫做核心价值，你的核心价值代表了好，咱人修得稳爱过好，所以企业伊的稳就是伊的核心价值。咱人的稳是啥物？就是咱的人生哦。所以稳的利益甲成就众生随遇缘就通。外口的环境会一直变，一直变，一直变。咱过去修得。甲咱进修得到同款，所以差不够侪。过去经济无好，你会使叫伊啥物？咱生活需要少，你会使叫咱的啥物？德性高好，你得放下，专心为道务啊。过去会使安尼讲啊，咱即届使安尼讲，德性的门面啊，我会假设，我会假设。所以吼、哦，我也记。愈来愈歹受，各位，这是必然的状况，这是天时的演变，造就咱大环境的改变，修得爱变，本质无变，但个方法咱来调整。所以随缘就方，定期成事，
是比较咱爱听的做，比伊道德下俗上下一切一回事。所以吼，这是咱温州老祖要甲咱讲的。所以咱叫做反叛。那反叛吼，变做反叛，反叛有三个要素，有三个重点。咱老祖有人讲，伊第一叫做上德不仁，第二叫做上德不正，第三叫做啥？上德难正。其实迄个奶吼，奶是形容词，那是形容已经圆满，代表伊圆满，所以迄个奶应该删掉。那形容恐怕个，找无较好个形容词，咱就甲英文甲抄落来。所以，头前就咧讲这三件，三叫做上德，上各位拢知，叫做永恒不息，永永久久拢存在，永永久久拢存在。未去而毁坏的，历久不衰。原底就是安尼，到至永远安尼，无互你较减少，无互你较侪，永永远存在。这个常啊，那各位听着遮，咱听过这个道理，常是啥物？啥物物件会当常？除了咱自身以外，咱五官六识所看到的，拢是非常。咱叫做无常啊。为了咱的自身以外，所以各位咱就知哦。按个定哦，咱就要好好啊去探讨。定叫做本无德，伊有一个根本，无德无德。你若无德，就无德。有德未必会有德。咱天下所有众生，天下万物，哦，各种的动物甲咱人同款哦，哪有留命的自身？咱拢是倒画出来，大家拢嘛有倒啊，甚至你看的倒啊，你也嘛倒啊，拢是倒数展现出来。啊，毋过有得无？咱就爱好啊探讨。咱人人拢有倒，你有甲你个条件出来无？就你经咱讲的就是这样。所以德是本有德，伊个根本是德，自然会使流露出同款伊个伊种性。完满的德性，就是讲所有会当好诶，咱应用出来，所偏落出来，拢是一个完满。咱这叫做上德。上德需要经过时间的历练，需要经过方法的阶段。啊，所以后壁就三个阶段。哦，那伊讲讲三个物件，第一叫做不离，第二叫做不执，第三叫做耐久。种的意思就是你要达到圆满。不离为啥物不离？因为咱开始咱未认真，犹如咱在假求道，唔查道，咱求道了，咱查哦，原来就是安尼。啊，不过这敢是初次的体会而已，初次啊。各位，你家己在求道的时阵，心内在想啥？哦，我是无啥知哦，拢未认真。我是无感觉，伊拢未认真哦。啊，所以吼。求得了后，伊甲你讲，你的什么本事伫倒位？你爱时时，也是无着。所以，伫咱什么求得是条大关，第一条叫做啥？诚心佛修。诚心佛修就是叫你来不离啊。所以咱讲叫做诚心佛修，不离不离。所以这是功夫哦，这是哪组？咱即种个来讲个功夫，咱要安怎发教反复？有三个要素，上德袂使离开去。啊，所以你着还有一个方法，诚心何修？时时上何修咱个本性？时时，那各位咱呾呾功夫哦，不是不义着啥物？袂使何无去，袂使何无去，吼、哦。我哈吼，伊个咱有一种吼，咱是啥物？老师有讲哦，也是在顶顶讲个哦，我有一番乱吼。各位前人咱做比赛吼，上书文德，平字平字，中书文德，玉书玉墨，下书文德，大象字。哦，这个字啊，玉准玉墨，就是拄只啊捡着，拄只啊无。安尼就解释，你今仔日煮饭，今仔日煮饭，假使甲几下，就
就你用亚述煮，亚述个煮开就一分钟，就甲关起来。啊，搁烧着，啊，搁开一分钟，啊，搁甲关半点钟。半点钟在咧烧着，啊，搁开一分钟，所以你要食这顿饭，我嘛食袂着。因为啥？肉存肉无，第一饭安怎煮拢袂熟。所以今日真正咱要有成就，你袂使互咱个上级离开咱个啥上级，袂使互上级离开啥咱啥，互咱个结袂成就，因为咱个一定在啊。所以第一步三要素，你袂使互敌离开，你爱时时警醒。第二这个不敌，这个意思后壁咱个解释，咱进行简单讲。叫做毁坏，叫做变质。你有发心了，今仔日来求道，道念初发，咱叫做初发心。你愿意来在等，何得你？你愿意学吃素食，各位会变未？会变未？足够变的。咱的道心会提未？会提啊。好。下早做好困，啊！人佫通知我入班，啊！迄班吼佫较早，啊！八点就开班，啊！人要甲我载，啊！我着爱六点七点着爱坐车，啊！我七点坐车，我六点半才起来啊！到尾食早顿，为着要入班，八点的班，我可能六点就爱起来，起来以后我可能佫爱看阮兜所有的物件，佫会会浪费啊！咱台语讲袂当，哦，够忝个，足无用个，真正足无用。吼、哦，啊，当然，我这是举例个。咱伫发生了后，会因为环境个变动，影响着咱个良心个。我简单问一句话，各位亲人，你对下只到今，你心内咧想啥？你问家己就知影。透早起来，你个心内咧想啥？你有想着讲我爱想着，你有时时把咱的本心收好掉，修炼甲咱的啥物啊，真正修掉咱的天官内底无？这是咱的啥全部的修完啦，大部分拢无啦。实在讲，我安尼我嘛袂使，因为吼，互我唔知各位咱的状况啊，以互我来讲吼，时时拢无，空过过用啊。哎呀，无无用，透早菩萨爬起来，我迄个钱啊，规两个隔十五分钟，第一个叫，哦，佫困一个，佫第二个，啊，第二个佫起来一叫，啊来嘞，哦，做歹困嘞，佫甲切一个，三十分钟个，所以吼、哦，咱人的心都够疲劳，咱人的心都够疲劳，平常时咱要做代志都会干啦。何况咱咧了解咱个怎样成就大事，非常不简单。所以吼、哦，第二个阶段叫做上力不足。你既然有初发心啊，你会使互你个道心提高个，千万唔通啊！你既然当初修持佛道个理念遮好，会使互你个佛道无发挥作用袂？袂使，无彩啊！咱创立。你要得着，这是咱以而性要得着，这是咱过去的一过只一颗一颗安尼灌出来，因的发生，因的在世造就啥？当然咱过去的咱拢有吼，造就啥物？造就咱这个环境，会使互无啥物？会使互无啥物发挥作用无？袂使啊，足可惜啊，过去足可惜。你一个道场，你无甲发挥作用，你无开班，你无度人来办道，无去成全人，这叫做缺啊，这叫做缺啊。你创立一个佛堂，这叫做啥？上德加开始，这个是袂使哩，你爱回放哦。所以这个缺哦，是咱人伊咧修办道的过程当中最容易拄着代志。所以老祖甲咱提醒，你爱不停，上德不停，迄只正正经经不偏不倚，不变不衰，袂衰退。
然后咧收班刀是一天的代志嘛？对，收班刀是一天的代志嘛？是你来遮前一半的代志嘛？是咱从下早八点到四点就结束了嘛？当然不是啊，是咱这世人追求到了这世人每一天拢爱做的代志。你这世人做不完，后世人还佫来无？哎呀，咱想不完，人家来无？所以这个就第三个阶段，第三个阶段，你爱累积。简单来讲，就像咱咧人工了个同款，你爱累积你的功德啊。唔通犯过失，你爱累积你的功德。功德满了后，功德满了后，咱靠法度安忍心得等于天。所以我到了出三个关，什么？三个关键，三个阶段。所以吼，那如果能够反复三不离不弃，阿个安怎？你爱时时精进，何以时时充足？那咱要反复有三个功夫，我们吼破解把咱简单个这三个功夫。这三个功夫讲开，简单讲开，这是三个阶段。你会使个当作三个阶段，等下咱再解释。我头前个三个段，你会使个当作一个阶段。三个阶段，你嘛会使甲当作三个面向，咱咧看代志的三个角度，三个领域啦，三个角度，企业面的管理拢讲面向哦。比如讲，咱想要创造事业，第一阶段是啥物？要创业啊！创业爱做创业的准备无？你也是是准备，爱准备钱，爱准备技术，看你要做啥，你的技术爱有够。你的准备还有够，你要开始请人。创业了后，迄、那个体就开始了。爱有一个发展无？若无发展，我你创业唔了做啥？你规定总是爱有人来生理啊。所以第二个阶段叫做业务伊的发展期啊。业务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了后，咱爱知影修行，修行。都无够，因为随着时间你的退步，所以你就爱啥创新，这叫做行心不行。所以吼，企业的用，咱去咧创的时阵有三个。咱讲，咱鼓励着心来求道，咱鼓励着心来求道。他对我讲，咱爱啥物？咱爱救众生，咱爱成就众生。对，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叫求道，伊无求道，咱就鼓励伊来求道。求道了后，人生就开始改变，伊就正式开始有啥有迄个机缘，会当踏入咱的道场做修行。所以第二个阶段，咱就学修讲法，学道、修道、当道、办道，迄个学修讲法，这叫第二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了后咧。我要咱爱修行啊！咱入班四年制教育班，有逐天拢爱念书啊，爱念书啊，那个叫守成期。你不要想着爱等伊有条件无？有伊条件，吼、哦。过来第三个讲的伙伴哦，好发机咧啊！咱一个讲师接到中心指示的任务，讲你爱准备。你要准备这个，开始啊！我得爱啥物？江苏咱拢知，过节咱做些拢有江苏。开始备课，开始想，开始想讲，我这第一个吼，咱的主题是啥？主题是微信哦，主题，主题，你的主题是微信，第一开始。所以你的题目，当初人甲你交代讲，你讲这个题目主要是咧讲啥？你先来聊聊。聊聊了后，第二，你咧准备课程的时阵，就随着这个物件开始去演出，开始准备收集资料，把咱所有的资料开始做整理，加上咱的心得，然后咧正式上台，安怎来讲述？讲述了后，这是个另外一个开始哦。讲述了后，你绝对会看到好甲歹，正确的部分，缺失的部分。好的部分，不足的部分，
爱求心求命嘛，咱来改变咱家己，所以咱求心求情。所以吼、哦，不管咱咧做啥物代志，咱拢会当简单用这三个概念来看待。乐住伫咱即种度讲着这三个概念。所以吼、哦，咱若看会看公文，咱有三至三首。我好有滴要讲受方便，咱就甲讲三至三首。所以各位，咱读拄个经文讲着啥？第一条，修己主，第一个知，第一个修。哦，啊，第一个修己行，第二个知，第二个修。第三叫做知己行，修己入，第三个知，甲第三修。咱拢会听着知甲修，各位，啥叫做知？知是认识，知影，即拢各位拢知。第一个意思就是我知影这代志，我有听着啊。我知啊，这个就低啊。啊，不过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安尼袂使。所以咱的低吼，你爱看两面，爱有看头，爱有看尾，爱有看前，当然看后。看得顶管，你爱看得下；看得左手边，你爱看得右手边。两边都要看，所以知其一，爱上；知其二，咱就把目标就是啥。厉害也要去观，所以这第一个意思就是提醒咱拢知。那么为什么要修？修啦吼，不是放弃其中一部分，不是，是咱公主性灵讲的，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。咱知影这，咱知影这，咱要实行，咱爱用中道。实行用中道，那么修呢？修是咱的立足点，立足点，你徛伫啥物位，啊，咱这尾啊，咱会拢会开始，吼、哦，拄啊，这个才开始。只是先互咱知影，知甲修伊的含义是安怎，毋是放弃另外一边，毋是尾啊，拢是用得来一边。来，咱来看这三句。第一句叫做“知其用，修其主，归天下”。客，归天下客，相敌不离。每一句，咱有三句吼，每一句拢会使甲切做四段，咱拢会使甲切做四段。第一句叫做功夫，叫你入手，你爱安怎做，叫做入手的功夫。第二句叫做啥？咱爱达到学习的目标，你爱达到什么程度？第三就是咱安尼做了后，你有啥物效果会出来？第四就是啥物？你达到了，你的成效出来了，你也恢复一个名誉，这是给咱做主母的啊验证的，一个证的，咱来知影讲，咱家己有做了无？哦，你若讲去外口社会，伊的讲法，企业的讲法，叫做考核，考核啊。当初你咧做这个计划时阵，我有列出个目标，你甲我请经费，讲要做一件代志。我每下就一件一件甲你审查，有做到达高，有做到达高，咱咧做检查嘛是啊，卫生检查啥物拢有哦，最高。所以，请咱用这几个角度来讲。来，第一步功夫叫做知其上，守其次。上甲次的意思，用咱知，那叫做讲的。第二叫做讲的，主的意思叫做啥物？无，伊的意思是啥物？一个心，一个用，你去用手机做，你的知识知影上甲做，伊的差别在倒，伊的重要不可缺一哦，各位，你袂使甲其中一个放弃，都毋是安尼做啦，你袂使甲其中一个放弃，所以你知影上甲做伊的特征了后，你爱就爱修住住伊的特征。咱拢讲，做侪前人拢会讲吼，比如讲，互我举一个例，咱人生囡仔，人拢讲啥物？当然是妈妈生啊。啊，毋过各位，你若讲妈妈生，后壁就减一个物件伫遐，你就无体验一只。咱拢讲啥物？有精无变。所以生是啥？生是天道。就用啊，
用是什么？用是分的。乾坤是安尼个，为什么？囡仔在咱的腹肚外久？标准的咱十个月，这段时间叫做拥有。这段时间就叫做拥有啊！你唔通讲囡仔唔是囡仔生出来，才叫做拥有，唔是？是伊伫妈妈的腹肚内底叫做拥有，这是主伊的特色，这是主伊的特色。所以吼，各位，咱先了解老主甲咱讲，第一用修伊主伊的意思在位。你知影世间伊的动态、伊的常态是安尼，天大的道理是安尼。那么你来掌握着什么？这个拥有之根啊！人要生好生啊！各位，咱要生囡仔，咱唔能讲迄个有孕啊，所以歹生哦。人要生好生，你看世间遮侪人。我搁较在查哦，咱进全世界七十几个，哦，伊讲年头叫你安尼算算袂完，七十几个年头。所以咱谈要生哦，实在讲不简单。所以变作是咱真个少年囡仔有爱生，有啥物？唔是因袂晓生，是无好饲。所以即句伊甲咱讲，真正个功夫伫倒位，用着。真正功夫是运用。那么，咱去看另外一个面相，运用啊，你嘛会使讲强代表什么？就是强。啊，主代表是弱。你嘛会使讲强是代表动性与的动。哦，因为啥？天道较爱走外口，这是伊的啊，拢过外口天运道的修来的。足外而动，修内而静，这叫做外行。简单来讲，叫做外行干。所以各位，功夫在遮，吼，功夫在遮。依其用修其主，叫咱修主。大家拢生啊，我毋是讲咱生囡仔吼，我是讲咱人人拢有上天赋予咱的灵明的自性，咱拢有啊，咱大家拢有啊。啊，毋过各位，你是安怎用你的心？你安怎用你的心？功夫在遮。大家拢有道啊，每一个人身躯拢有道，每一个人道拢啥，都有道。我怕去越南，就有人安用这问题。咱道心安排座堂，伊就是要鼓励求道嘛。啊，内底有过来阿袂求道的，伊道一个越南的天道哦，伊就讲哦，释迦牟尼佛，伊讲啥？伊讲咱人人人。不用外求，为什么要求道？你会觉得一定有人把你问这个问题。那何况哦，咱们才会占时间呢。我是真在做这个问题，所以不是啥，不是你无得，不是你无得，是你有方法，是你有方法。